以前的桃树呢，就是全中砍下来烧饭，后来呢，我们修复生态。2015年呢，我们的旅游的基础设施全方面打造。现在的收入呢，2015年以前的10倍。现在呢，群众都明白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下一步我们准备打造精品民宿、网红打卡点，让我们的游客可以春季赏桃花，夏季搞采摘，秋季然后冬季可以赏民俗。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青稞汉堡，并成为西藏航空食品，非常受欢迎。我们的好几个产品工艺都有自己的专利。很苦的来听，俺从这个能一门能精的做的，俺那那那里干不晓得。